这样子讲话。包子，包子。包子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包了。你指挥，你指挥。我指挥。来看一下，冯董董事长，董事长把馅儿已经弄好了。我看这个包子包的很好，形状很好看，这形状挺好的。我们一份儿，你看这个，这个肉是先炖了。先把肉炖好了的，然后拆包。我会把那个车给提过来，因为前天去的时候，我的卡不能刷。开撇开撇，开进开机。今天早上才刚，今天早上才到。嗯，国内银联它都不那个不能刷 ，Visa 它也只能刷几千，刷不了那么多，所以只能等这个到账。今天我教你吧。哎，开机，我们看一下那个。我那社区没有健身房，也没有游泳馆。好的。他说，如果你有兴趣，我们可以一起锻炼。啊，是的。一节课300块钱。还没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开玩笑。300美元。哈哈哈哈哈。凯，你打英语。1 2 4 6 8。八个，下一场呢？英语的英，卡一下就卡。这也是八个，看我们蒸出来是啥个样子。嗯。好多。那我跟我刚开始包的也差不多。你是大了两个时代。他包的有个洞，我跟我包的那个像。因为我包的没有洞，知道吗？我如果我跟你这个年纪，我搞不好也是做的。这个包好了过后，不是马上就蒸啊，这是要得发一份才蒸的。你看下个温，你看这个不是马上就蒸。是不是冯董？不是马上就蒸了？你们得上锅这包子不行。嗯，太苦了。这个素鸟。这个先要放一份儿，然后放一份儿，然后再蒸。他那个小不要呀，学素描，那是小孩要画儿童画，不要写板。他想画漫画，不会从小会。对，就不要给他直接去画素描，那个太早了。因为学素描不能太早了。肉包子第一笼好了，看一下啊，来香不香？香不香？来，看一下怎么样？好吃不好吃？好吃好吃。哈哈，好，真好吃啊！真好吃，真好吃，真的好吃啊！是吧？嗯，一人吃几口？先说。太好吃了。你算几口？好吃。10个。怎么着嘞？4、5个吧。4、5个少了。我研发了很久才研发出来的。哦，你研发的。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研发的。我天天这包子，我看我都不想吃。我吃。这个肥肉，我不敢吃。一点点啊。我不吃。敢吃一点。几个吃几个了？一两个了。二十吃几个了？他也才吃半个，他吃了半点。我再吃一个。开开吃几个了？吃几个了？这第二个。第二个吃几个怎么样？真没吃。我叫叫叫大葱。没有葱。没有大葱吗？哎呦。葱在里面不好吃，臭。哦。加在里面没有。肉，变肉。净肉啊，哦，没有加别的啊，没有加别的，加的是姜丝，嗯，是吧？嗯，不告诉你们，嗯，不告诉你们，秘密，好吃，是不是有点坑人了？10美金一个，洛杉矶第一坑，10美金一个这个包子，70人民币一个，75。嗯，开机开机，各个演员就位。哎呀，他本来是八张的，双过的两个。吃了5个的举手，哪个吃了5个的？你吃了5个了没有？两个。你一共吃了几个？3个。开开吃了几个？剩几个？5个。4个。那还不行，还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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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要正畸吗？我吃了3个，哎呀，吃不了了。吃了3个了，别跑，乖乖，过来，小娟儿，你给我们做个动作，收尾。
今天的视频给我们收尾。啊，看这儿。两个四个又亮。